骗子，哪有什么巴厘岛机票啊！你别折腾他了，有什么愿望我帮你实现啊。小齐哥，哇，今天上班日，穿那么隆重。哦，我今天的工作就是看电影。看电影？嗯。 一个人吗？我被放鸽子了。穿那么隆重被放鸽子了？嗯。OK， 那这样吧，想看什么电影我陪你看。来不及了，这附近的场次全部都卖光了。别人没有办法，但是小齐哥不一定没有办法呀。来，拿着。干嘛去啊？看电影啊，走。哎，我的扭蛋。 不好意思啊，潇潇他俩在工作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咱俩有什么事儿啊？约会。谁要跟你约会啊？约会也只约定会面。哎，咱们别这么走了呀！小齐哥说能给咱们买到电影票。哎，我的扭蛋，回头给你补上。 又是什么破安慰奖？运气不错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上面是什么意思啊？ 师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你不说啊？你不说，那我可走了，我可跟某人去吃饭了啊！那我真走了。